大家好，我是冉成。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积极建设，我在国际服的氏族也已经初步成型了。那么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彻底的参观一下我的氏族 Zealist。作为一个科研完善的氏族，我们已经将氏族内的四个研究室的所有武器设备等当前版本能研究的物品研发完毕了。首先便是能源研究室了。以科普斯武器为原型的研究室内，我们布置了与其风格相似的装修，科幻的风格遍布整个实验室内部，甚至是门口我也设计了精致的外观，让人仿佛置身2077年的赛博朋克实验室内一般。其次自然少不了和能源实验室风格迥异的化学实验室了。以克隆尼风格为基础的实验室内，我设计的自然是纯粹的钢铁风格，以废物利用为原则的克隆尼帝国整体外观也偏于破旧，铁锈和机油遍布所有的装饰物品，即便是身处异婚台的蛇官也似乎能闻到刺鼻的工厂污染气味。而提到了刺鼻，就不得不说说鲜血与肉块组成的生物实验室了。以异变感染为原型，这个猩红的实验室中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植物和活体研究馆，不论是谁进入了这间实验室之后，都会忍不住想要全身消毒的冲动吧。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步入奥洛金实验室吧。作为异变瘟疫的始作俑者，奥洛金实验室却有着天壤之别。黑色的墙壁稳重又端庄，金色的装饰大气又奢华，蓝色的能量纯净而又强大。而使奥洛金步入巅峰又是他们毁灭的源头的虚空能量，正被静静的三个金色圆环包裹在控制台中央，其中的虚空荣耀正等着各位玩家的使用。谈及虚空，就不得不说整个始源星系都闻之色变的虚空恶魔了。天诺实验室这个综合了所有种族的设计特长的族群，我们也将其研发完毕了。宛如创世纪一般的颜色以及光效，能让玩家最大程度地感受科幻魅力。作为氏族的重要功能之一，交易设备我们自然也是准备完善了的。这台机器被我摆放在了氏族的金星大厅里了。作为今年下半年所有天诺都最期待的一次更新，我们自然也得做出一些举动不是？那么这个大厅便是我们用来迎接金星平原的准备了。蓝紫色的灯效能在最大程度上的还原预告中金星平原的风格，寒气逼人的环境模拟更能使人身其境。布满积雪的岩石墙壁让整座大厅都宛如是建造在了山洞中一般，而至于娱乐设备更是十分的充分了。一楼我设计了一间别具风味的小酒吧，在闲暇时光赏金归来的天诺也可以在此小酌一番。只要价格合适，试着端上的自然也会是最纯正的干酿了。步入二楼后，入眼的便是这热闹的交易区。人来装备，这能赚钱。交易装备回收，交易自由，提现到手。我是江家辉，赶紧过来。接下来只要我们再往前走两步便是娱乐区了。吧台游戏机让你以最低价格体会到 Warframe 首家线上赌场的最高乐趣，一旁还有等待室用来休息的座椅，全景玻璃窗更是能欣赏整个区域的风景哦。而谈到风景，我们自然不能放过三楼的空中庭院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我们花费重金从内夫安霍那里空运来的九天玄冰。即便是坐在最远的位置也似乎能感受到冰柱上的寒冷呢。如此多的建筑所需要的能量自然也是巨大的，虽然反应堆是安放在房间顶部，但依旧会不断的散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热浪。于是我们又从阿拉德武士在冥王星的殖民地那里加购了一批冰柱，并将其安置在大厅底部，但是单纯的物理降温似乎还是不够。于是我们氏族又向佩兰苏列索要了一批工程师，并命名其在氏族的进门处建造了巨型的散热器，以供整座大堂的散热作业。那么如此巨大的工程量自然也需要超强的系统处理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和首脑苏达联合在这座大厅的出口上方建造了氏族处理核心。这座巨型处理器内所进行的运算已经达到了浮点运算峰值每秒 753.3 万亿亿次，磁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中介站能达到的最高数值了。那么在我介绍重点之前，先带大家去看看其他的房间吧。首先便是沉思花园，幽静的雾气缭绕着繁茂的树木，拖着尾焰的萤火虫在这紫色的庭院中飞舞着，似乎在此打坐的话修行也能有一番长进吧。再往前走便是荣誉走廊了，这里每一尊雕塑都象征着天诺战士曾经的荣誉，不过由于我们氏族刚建立不久，所以活动雕塑还未建成，但即便如此，这座荣誉走廊的气势依旧不俗。在荣誉走廊的尽头，我们将一起步入时空折叠装置，
运用古老的奥罗金科技，我们将整座大厅都改造成了时空粘连器，只要踏入阶梯便能感受到来自远古战争时期天诺们的意志。穿过这能扰乱时空的隧道后，我们来到了自定义障碍训练场。以更高、更快、更强为宗旨，我在此为氏族的玩家们打造了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的地方。危险的激光、致命的牢笼，不论是飞身腾跃还是旋转滑墙，在天诺战士面前都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只要能在这里完整的走完流程，那么想必游戏中的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大家了。另一侧则是其他氏族也都具备的普通赛道，在此玩家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基础跑酷能力。而连接这两座训练场的便是血色大厅，万物诞生于鲜血，也逝于鲜血，这座鲜血大厅便是最好的象征，铭记着战争和痛苦的记忆，从未离我们远去。苦难的尽头迎接大家的通常是美好，正所谓苦尽甘来，想必一座风景宜人的樱花园是再好不过了。穿梭于树丛间，时而飘落的花瓣没有什么伤痛是无法抚平的。若是喜欢水丛植物的天诺应该会喜欢天池，采自地球天池的一株远古植物，可以在水池中天然地涌出大量的寒泉，清凉的瀑布形成的水幕萦绕在四周，即便是经过了一天的战斗，也能在这番美景的安慰下舒缓身心。那么说了这么多，重点呢？好吧，我们切入正题了，放 BGM。需多言，这座黑底镶金边的大殿正是权力和气势的巅峰象征，单单是站在这金翅龙椅上便能爆发出一股睥睨天下的王者气息。好了，关于 Zelus 氏族的宣传和介绍呢也差不多播放完毕了，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 QQ 群，想要加入氏族的仓鼠们也可以在群里进行申请哦，我们等待着你们加入哦。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我们将整座大厅都改造成了时空。苏达联合在这座大厅的出口上方建造了氏族处理器。
我们将整座大厅都改造成了时空粘连。运用古老的奥罗金科技，我在此为氏族的玩家们建造了一个。在天诺战士前面都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在天诺战士面前都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为我们氏族的中枢所在，这座处理这座巨型处理器内所进行的运算已经达到了浮点运算峰值每秒753.3万亿亿次，共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首脑苏达在联合。行了行了，我不笑了，我再笑我感觉自己是个变态杀人魔。另一侧则是采自地球天池的一株远古植物，可以在清凉的瀑布形成的水幕缭绕在四周，应该叫萦绕在四周更好。无需多言，这座金白白这这这这黑底镶金边的大殿正是。孙小贤，像那种，那种很夸张的吗？我觉得这种好像，这是孙小贤。